久啊？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皇上已经3日没上朝了。那他歇了，咱也歇了，走，喝酒去。哎，你不着急呀？该着急的人多了，轮得到咱们吗？走啊，喝酒去。哎，走走走，好好好，喝酒去，走，喝酒去，喝酒去，喝酒去。皇上几天没上朝，倒也是常事。但宫里和豹房都找不到人，这就有些不妙啊。咱这皇上啊，玩心太重也就罢了，偏偏喜欢和咱们臣下较劲。前两天嚷着去南巡，被大家死活劝住了，现在倒好，索性连招呼都不打，自己出去云游了。说起来呀，也是我行事过于操切，昨天我与皇上大谈了一番手足之情。我想皇上这回失踪，可能就是去体会手足之情去了。这话怎么讲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皇上不见得希望别人都能看穿他的心事啊。王先生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本来大家举荐你到皇上身边，是希望你忠直进谏，匡正皇上的过失。可是你呢？迎合以取巧，柔媚以取宠，实在太让人失望了。哎，王先生必有不得已之隐衷啊。不，有隐衷的是皇上。你们只想进谏，只想改变皇上的心思，可你们有谁将心比心，替他想想？皇上的很多荒唐旨意，都是因为少年时孤独惶恐，心胸郁闷，今日得以发泄的结果。一个月来，我从不曾板着面孔进谏，之后也不会，因为那样只能逼着皇上怕我、烦我、回避我，其结果就是皇上的身边也就只剩下钱公公这些人了。不错，这一个多月，皇上并没有颁布什么出阁的圣旨，这正是王先生潜移默化之功啊。启禀督帅，城里城外都已经查过了，找不到皇上。东厂和武城兵马司也已经查过，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。依属下看，两位督帅也不用太过焦虑。为什么？我来之前已经到豹房去问过那几个老儿党了，他们面带焦虑，实则坦然。我想他们已经知道皇上的去处了，只是不敢开口而已。这么说，皇上是在跟我们捉迷藏？我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不到皇上。哼，荒唐！别，还是听他说下去吧。如果这回找到了皇上，那才是后患无穷。你是说，这次捉迷藏如果我们输了的话，那皇上以后懒得跟我们玩了；这次我们赢了，那皇上就会一次又一次的玩失踪，直到我们找不到为止。王先生明鉴，俗话说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如果哪一次失踪被弄假成真的话，那我们御林军如何面对朝野上下？此话也有道理，秉钧，你的意思呢？不过话是这么说，毕竟不能听之任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大家还是要找到皇上。你们暗中保护，但是不可惊动皇上。遵命。哎，没错，看清楚了，那白白净净的，挺爱说话，还挺爱吃我的红薯。你看清楚了，和这家店铺里的女人一起走的。看清楚了，肯定看清楚了，他们还姐弟相称呢。这我还纳闷，他俩人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？这么俊俏的姐姐，那咋会有这么难看的弟弟呢？放肆！再敢乱说，我把你抓起来。我又没说什么，你们自己瞧他们像不像啊？你看来了，皇上。我再不回来，铺子就得关门了。皇上，姐，你说明天咱们去西山去玩一趟好不好？啊，
圣上。父帅，马，别惊了圣驾，在后面跟着。我一看见这些羽林军呢，那头就大了。都吓着了，丢人呐，丢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沉得住气的。其实朕也不过就是微服私访了一下，顺便呢看了看风景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皇上，以后要是遇见这样的事儿，您可要三思而行。古人云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呢。古人云，古人说的话多了。那古人还说了，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呢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问你们，将来朕要是亲自率兵杀敌，你们是愿意随朕去杀敌呢，还是愿意团团围在朕身边随行护驾呀？我觉得当然该是护驾。于都帅，你认为呢？禀皇上，臣以为该杀敌就杀敌，该护驾就护驾，没有一样可怕。臣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皇上的下落呀。天佑大明啊，皇上毫发无损地回来了。不过这种事情只可一而不可二，皇上可以随心所欲，我们却不能大意。要是真出了差错，那是天大的事情。杜帅决定要在我们羽林军里派班，要随时有人跟着皇上。依皇上的脾气，知道后面有人盯梢，那还不急了？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我们羽林军在京城里还有什么好混的？记得要穿便服，保持距离，能不出手就不出手，否则打扰了皇上的雅兴，那也是要掉脑袋的。我已排好了班，就照这个计划进行，日夜两班跟着皇上，听见没有？遵命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你还会跟皇上一块出去玩吗？当然，他是我弟弟，他愿意出去玩，当姐姐的自然要陪着他。这一次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连累的就不是十几个人，几十个人，有可能是上百人，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你一念之间，你要替他们好好想想。你有替我想过吗？我为什么要缠着我这个弟弟？因为在这个京城里，只有我弟弟对我是真心的，你是假的。秦征如果他知道我的事情，他也会是假的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起一个歌妓呢？青莲，我没有看不起你，我和从前一样，一直喜欢你。可现在，我们已经走得太近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这个人，命犯孤鸾，天意已经注定了。从生到死，我只能是孑然一人。我不信。你迟早会相信的，我就怕你信得太晚了，到时候会伤害到你。马先生，这么匆忙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急事就不能找你回来聚聚啊？马先生不应该是一个闲散的人呢。说得好。你屋里那个秦淮名妓哈青莲，你准备怎么处理啊？马先生，
我和青莲姑娘是红颜知己，情同兄妹，不论男婚女嫁之事。不过，谁要是在我耳边说“秦淮名妓”四个字，谁说了，谁就是跟我徐鹤过不去。你这是跟我说话呢吗？我不过是请马先生代劳而已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性子粗俗，有些话会误伤好心人。行了，你别跟我兜圈子了。卡青莲必须从你那儿离开。他身份不清，来路不明，说不定是什么人派来的。啊，就算不是，他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现在的身份来之不易，不能受他的拖累。恰恰相反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家里有个女人才是正常。而且我不受家事的连累，我可以为宁王生，为宁王死，宁王要谁死，我就要谁死。宁王现在要哈青莲死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宁王要谁死，我就要谁死。好吧，哈青莲这条命就交给宁王来裁决。哦，对了，你通知一下赌场的黄老板，就说京城这几天风声比较紧，请他好自为之，别为了几个钱耽误了大事。我会告诉他的。生存不易，大家各自小心吧。大爷，您哎呦，大爷，您轻点儿，哎，您轻点儿，老实走，走，走，快。徐鹤呢？他去宫里当差了。回来你跟他说，就说赌场的黄老板被人抓走了啊。哦。记着啊，一定要跟他说。哎，出来巡查，走累了睡一觉，怎么你也想睡一觉？傅帅真会开玩笑啊。我和黄老板有些香火之情，他们家人听说傅帅您把他抓了去，所以家里人就慌了神儿，特地请我带了这封信来。佩服你。傅帅是责怪我不该徇私送信。就算是吧，不过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这封信
还是我替你送吧。这个黄老板我已经妥善安置，你也见不着他了。傅帅能替我送这封信，自然最好。我先替黄老板一家人说声谢谢了。那，您继续休息。聚合告辞了。于都帅。卓浩然营私舞弊的那个案子，我需要回避一下。为什么？卓浩然与我们张家是几代的交情，他的案子我不想插手。我就不信你会假公济私。我当然不会，可是杜帅，我总得避避嫌疑。哎，我就不让你避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，别在这干扰本帅啊。马先生，这两天御林军要抓捕一名朝廷命官，兵部武备司司官卓浩然。这个人犯的案子不大也不小，营私舞弊，盗买军粮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此人正是张秉钧的同窗好友。你是想让我来对付他？我想让你去帮帮他。都帅，都帅，卓浩然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是。本来今天公文刚下来，我们准备到衙门去抓捕他，结果他提前一步跑了，连家眷都带走了。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抓他？到底是外面有人走漏了风声，还是我们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呢？我认为是我们内部人所为。哦，他玩的是金蝉脱壳，对我们行动了如指掌。要不是我们内部有人通风报信，他是不会跑得那么快的。那你们两个有什么看法？卓浩然与傅帅有旧交，所以我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有人故意放走了卓浩然，想栽赃在傅帅身上，给傅帅来一个徇私枉法之罪。哦，你是这么看的。那秦征呢？要我说，徐鹤想太多了，没准是张傅帅一时糊涂。好吧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这件事我再想一想。不过卓浩然的案子要一直追查下去，我们御林军总要对朝廷有个交代。遵命。你心里到底有什么疙瘩？还是说出来吧，别闷着，我还不知道你。秉钧啊，你说，如果我违了法，做了对不起御林军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处置我呀？如果是小事，我帮你扛着；如果是大事，我会劝你去自首。如果连累死了的同胞兄弟，那么我会帮你去见官。如果你存心想害死他们，那么你若拒捕，我可以取你的性命。好，很好。
这也是你对我的态度吧？你我相识多年，心意相通，合分彼此。好一个合分彼此！那你为什么不把憋在肚子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？好吧，那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知道周浩然的行踪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最近跟他联系过没有啊？你笑什么？你说过只问一句，可是你问了第二句。我知道你喉咙里堵了100句，肚子里憋了1000句。朋友啊，天大的事，问起来只需要闲话一句。只有彼此失去了信任，才是一句接着一句，无止无休啊。你觉得我没有拿你当朋友吗？反正这一刻我还拿你当朋友。浩辰，我告诉你，卓浩然的事我没做任何手脚，我只是不忍心亲自动手抓捕，所以才有所回避而已。他的逃脱我很意外，如果此刻我们俩狭路相逢，我会把他带到你面前。我说的句句是实情，要我发誓吗？你呀，我知道是谁在你面前暗示卓浩然的逃脱与张平君有关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年轻人使什么手腕我真的不在乎，让我伤心的是这么多年的至交竟这样被离间了。平君，你多虑了，这里面没有别人的事啊。白首相知有暗箭呢，有暗箭呢。副帅，副帅，许贺，你说会是谁给卓浩然报的信儿呢？请副帅放心，属下一定尽力查清，恐怕永远也查不清了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放开！还放开我！把我们放开！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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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杨正实在干不下去了，他们几个成天在酒馆妓院里喧哗哄闹，全然不顾孙穗还在暗中搜捕那件案子。可今天又是钱烧的，他们在酒馆里酗酒闹事，我杨正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带人把他们给捆了。可是这个林十一又带人把我捆了。我说林大侠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刘先生一贯瞧不起我们水寨来的兄弟，我跟他早就说过，要我们走就直说。哼，几个兄弟在那儿喝酒，唰，一下子来了几个人，都捆得跟粽子似的，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都是自家兄弟，分什么你我呀？啊？慕容真，我一向器重你，你怎么也搅和进来了？回王爷。正如刘先生所说，人多手杂，这帮人在酒馆里面闹得不可开交，孙穗很有可能闻风而至，可是我又拉不开，所以只好跟林大哥先把他们捆起来，尽快带回王府，以免把事情闹大。慕容真先生，你好狠啊，你把我也捆起来了。其实在下是迫不得已啊，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把你捆起来，他们是静不下来的，所以请你大人大量原谅慕容真的莽撞。杨正啊，依本王看，慕容真做得对，你想想看啊，林十一如果再这么闹下去，那还了得？那必须得教训教训，在酒馆里就闹起来了，生怕人家不知道。王爷，我当时是想给他们一点惩戒，既然王爷不以为然，那就请王爷准我辞去这个差事吧。也好，护卫队本来就是繁杂琐事，
杨正的长处呢，就是给本王出谋划策。我看这样吧，护卫队就交给慕容真来管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杨正遵命。嗯，王爷，慕容真自知难以担此重任，不过王爷抬爱，我也不敢不从。反正王爷觉得慕容真不行，赶快把我换下来，千万不要贻误了大事。放心吧，该如何处置我自有分寸。下去休息吧。是。杨正，跟我过来。王爷。杨正啊，现在的护卫队人的确是太乱太杂了，需要好好调整，以恶制恶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杨正已经许身于此，小小的浮沉进退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不过慕容真能担此大任吗？所以呀，明着是让你撒手，暗着是让你留意，慕容真到底是什么路子，本王心里还没有底。给他换个位置好啊，好好的观察观察。记住了，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尾巴的时候。杨正明白，以后一定多加注意。他要是真能担当下来，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猛将。如果不是，那就请王爷发落。本王心里有底，下去休息吧。好，是。傅帅，您找我？找你拉了家常，扯扯闲话。你笑什么？御林军里流传一句话，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傅帅找你扯闲话。有这样的话？这帮小子谁都敢编排。第一次傅帅找我扯闲话，所以徐鹤倍感荣幸。徐鹤，到御林军有半年了吧？6个月零17天。你记得好清楚啊。徐鹤珍惜在御林军的每一天，只求时时刻刻报效皇上，顾全百姓，为御林军增光。好，有志向。我问你，你每个月的俸银是多少？15两银子。足够养活一个小康之家了，可是对你来说远远不够花费吧？傅帅，什么意思？你一个小小的百户，每月花销不在100两以下，一个南昌会馆的孤儿，除了俸银，是否还有别的生财之道啊？请傅帅明示。你在百花巷租的房子每月就是20两，这已经有了窟窿。那么你每个月的吃喝用度又从哪儿来呢？上个月更是赌场豪赌，你赢了15310两，却当场散尽，由此换来了赌场菩萨的美誉。而且你买通了赌场黄老板出老千，除了那15310两，你又多加了500两，加起来是你多少年的俸银呢？傅帅这是在调查我？因为你的财产来路不明，仅凭这一条，我现在就可以拿你。那傅帅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怎么，你不想辩解吗？傅帅开始调查我，就已经不把我当作御林军的弟兄，我再做辩解又有何用呢？徐鹤，你当初来御林军说自己谋的是一份富贵，可我查过你，办差倒精心，也为索贿受贿，还不惜一掷千金博以美名，这哪是求富贵的样子？徐鹤却有苦衷，不能表达，只能请傅帅任凭发落。
看来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，却有难言之隐。我给你三日时间，你说还是不说你那个难言之隐？那如果三日之内我不说呢？我倒希望你不说，我好亲手把你送进天牢。到时候，我不是知道你一个难言之隐，我要知道你心中所有的难言之隐。傅帅，你就不怕我不辞而别？不会的，因为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。没来得及出声呢，你就把我给摁这儿了。张敏君是不是查着你了？嗯。那笔银子的下落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随便扯了个谎就混过去了。扯什么谎？你说呀，扯什么谎？刚才你自己的影子一直在晃。什么影子？不管出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影子不能晃，一下都不能晃。这才是王爷的人。我什么时候慌了？准备！徐大哥，嗯，徐大哥，你去过西山吗？曾经陪皇上去狩过猎，怎么了？听说那儿的景色特别美。是啊，在城里住久了，到外面走一走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嗯，看来我这个弟弟啊，还真是会替我着想。皇上要带你去西山？对呀。我弟弟说了，那个地方特别的漂亮，美的就像一幅画。最大莫过欺君，功高莫过救驾。要是我能立下救驾之功，十个张秉军也奈何我不得。要救驾，先要劫驾。这出戏我唱定了。
还戴个面具，把它摘下来。哟呵，看样子你也是吃刀口舔血饭的人喽。果然是眼光毒辣。那我们都是同道中人了。各位壮士，今天冒犯了你们的地盘，多有得罪。为了补偿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可靠的消息。据我所知，明天就会来一个富商来此地游山玩水，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机会，不到之处多有得罪，后会有期。这才是江湖上混的人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想好了，明天晚上要请傅帅吃顿饭，把心里的难言之隐全都说出来，那样我就彻底解脱了。走开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不走，就不走，我就不走，我就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就要荒废朝廷，我不走，不走，哎呀，不走，我不走，不走，你个帽子，你，我不走，不走嘛，我就是不走，不走。好，你要是不走，那我走了。皇上，哎呀，张敏君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给朕把他追回来？是，照顾好皇上。是。呀哈！我说你们这几个，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啊？你们的副帅大人已经追出去了，你们在这冲大爷呀？啊，还不赶快给朕追去，不然朕扒了你们的皮！是。哎呦！哎，错了，他在那边，去那边走。又让皇上给耍了，回去。来，姐姐慢点。你看那儿，哎，咱们那边去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姐姐，我看这太阳都要落山了。咱们还是早点回去吧。我还没玩够呢，咱们再玩一会儿吧。啊，你要是喜欢这片风景，我明天再带你来玩，好不好？要是再不回去啊，那帮御林军又要找我的麻烦了。那好吧，走吧。哎，什么叫倒霉？这就叫倒霉。我妈遇上土匪了。我们是劫财不劫命，根据你们的打扮像是有钱人家。哎，
好好听我们的，我们拿到钱呢，就放了你们俩。各位英雄好眼力呀、啊！一切悉听遵便，啊？什么？悉听遵便的意思呢？就什么都听你们的，啊？哦，只要别伤害我姐姐。姐姐别怕。杜帅，我去请罪。哎呀，秉钧，你现在请什么罪嘛？皇上找不到，生死未卜，论罪，也是我们整个御林军的罪。毕竟皇上是在我手上丢的，要是东厂那边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怎么耻笑我们。别人怎么说我不管，找到皇上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要是找不到皇上，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。杜帅，这次皇上和青莲一起失踪，我猜想又是和上次一样会待在一起。青莲虽说是个弱女子，但是在关键时刻我相信她会独当一面的。杜帅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想傅帅也不是有意疏忽，实在是因为皇上太爱玩闹了，防不胜防啊。皇上确实聪明过人，好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，一直在盯着我们。转眼之间就和哈青莲消失的踪迹全无。张副帅，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皇上。那就把不该找的地方也找一遍。也许沉默已经成为向天地承诺，也不向山水许愿，可就在那样，那样一个瞬间，我为什么，我为什么还要怒发冲冠？也许这条路将走向天涯，一路风尘会伴着我的尊严。成为永远，没有了以后的日子，也没有了你的缠绵，可生命就这样，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在路上依然决然。Cheers!